只眼。我方才走神了吗？这个地方好漂亮，的确是世间少见的美景，仿佛从未受到战火侵袭，没有任何灾害侵扰过。这地方确实很美。既然有人饿了，我们在此休息一下用餐，顺便赏景吧。我还是第一次看到这样的地方，怎么说呢，生机勃勃。从前这更美，同一时间有书、道、术、技各种古物，不分四季，有鸾凤、灵兽在此生活栖息，动物间和平共处。木易姐姐，你来过这里吗？那是不是表示木易姐姐的家乡离这儿不远了？不，我的家乡不在这儿。这样啊。不过我确定，这里就是都广之野。真的？那我们也许能在这里找到建木喽。这里的树是都很巨大，不过好像没看到什么通天巨木呢。是不是真和古籍上说的一样，不存在了？等找到寄生词，再多查探一下。嗯，不过木卫姐姐，你刚刚说的那幅光景好神奇啊，我好想亲眼看看。要是早知有这样的地方，我定会带阿娘、青梅，还有村人们来这里，在这落脚生活。司空大哥，在我有生之年，一定会把那些造成我族人惨死的煽动者找出来。我们商国一度也相当繁华，但历经多次水患、战乱、动荡，国都搬迁，元气大伤，直到先王盘庚迁殷，才算是安定下来。只是如今异族人纷纷作乱，战事又起，那些虎视眈眈的方国侵入此地，恐怕也是迟早的事。这仅存的乐土又能保存到什么时候？浩南，我是为这样的事而牺牲的。莫叶姑娘，你说的他们是谁？没什么。这样啊。对了，木叶姑娘，有件事我想向你讨教一二。你问。木叶姑娘曾说，天人存在于星子之间。若说那时傅炎族长对天人只是误认，为何妖灵向姐儿也同时会说天人呢？他们说的天人和你说的天人同或不同？凤大哥，你在绕口令吗？什么天人不天人，同或不同的？这和木叶姐姐有什么关系？我只是想知道，若木叶姑娘的家乡不在此地，那么想方设法的追寻建木，该不会是想效法伏羲元天梯登天吧？木叶不是那样的人。哎，凤大哥，难道你忘了？当时听到有什么血脉传言之时，第一个反对的就是木月，他又怎么会想要登天去证血脉？嗯，我也觉得木月姐姐找建木没其他心思。凤大哥，你别乱说话。我只是想回乡。同行这么久，我当然不会怀疑木月姑娘与那些异族人一般，我只是在猜，才会不会真有人住在
天上。哦，我知道你又要骗我，我不会上当的。这招上次用过，对我没用了。让阿巧发现了。木月姑娘，抱歉了，我又开了个不有趣的玩笑。为了赔罪，等会儿找剑木与神祠的工作，我便多出些力吧。毕竟我个儿高，看得也远些。凤大哥的确要多出些力帮忙，别光只会耍嘴皮子。不对，你是说我人矮？放心，王子不会嫌弃王子妃这点。那么休息够了，就出发寻找寄生词吧。嗯。Thank you.
就是祭神祠了吧？看，还有祭拜过的痕迹呢。只要祭神保佑，就不怕吃不饱。难得来到此处，我应该要好好向他求导一番。祭神啊，祭神，请您大显神灵保佑，让天下人都吃得饱饱的，没有人饿肚子。我也替木月求他保佑，让木月归乡顺遂无灾好了。哦，司空兄弟也对神灵有所求，平安顺遂。谁的？凤大哥，你好吵，我都不能专心和祭神求导了。那我也为我大商百姓们祈求风调雨顺、国泰民安吧。木月姑娘，难道你不为自己的返乡之途祈求一番？祭神不是祈求丰收的神祇吗？这么说也对耶。木月姑娘真是一针见血。姐姐，不要计较这么多嘛，反正是神奇，应该什么都能保佑的吧。这是有个出口哎，难道祭神听到我们的求导，开了座粮仓给我们？好香啊！这是花香，让我想到琉璃幻洞，那里也是充满花香。难道这里头有妖灵？真的吗？大家小心。凤大哥，麻烦你在外头护着他们，我进去瞧瞧。若真是妖灵一众，我不会放过他们。司空兄弟，说这话也太客套，让兄弟一人涉险，岂是堂堂大丈夫该有的作为？就是就是，若里面真有妖灵，让司空大哥你一个人遇上，不是很危险吗？有我怪力子巧在，也是一人抵三人了，我也一块去。虽然我是有些害怕了，不过大家一起行动就不怕了。喂，阿奇，给我一些信心嘛。你们，我想进去看看，这个香味莫名的让我感到熟悉。木月，你来过这儿？可能有，可能没有，事隔太久，我也记不太清楚。
进入探查，也没有别的法子，我们戒备些就是。嗯，